的这个空间有别于别人什么了。这里有一个设计是夹层的设计，其实这个地方我是存疑的。那如果让他在我身边直接运作，会不会更直观？不是的，我觉得小马很难提出异议的啊，反而在小金这里提出来了。他们是追求极致的效率，我们是研发加展示，它的价值观是相悖的。不全是吧？那我们另外的应该去怎么去做呢？就是你们大的在作为一个基本的房子要做到那些点，你们都没聊。你如果用设备层占面积，那你这个设备层就输了呀。这有问题，这要改，这有问题，好多问题，我的天哪！啊，我需要离开这个画。很难看到镜子这么紧张，这么手足无措。你要相信他只是二年级，连学前班都不算。你让他去解一个四则运算，给我半天时间就可以。哎呀，他很少会这样。